的节目没听。好，之前都在迷别人，今天总有人来迷你了吗？好，那呢，在这个时刻也要邀请志伟来帮我们签下纪念令旗的签名。那也恭喜以上三位幸运的球迷朋友，记得赶快到大门口的服务处来兑换你的 MVP 纪念令旗。那当然，如果你没有被抽到的话，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统一狮官方粉丝团的赛后报，只要在下面留言 tag 你的好朋友，就有机会拿到跟志伟一样的搜酒和牛券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记得回家之后一定要打开我们同一师官方粉丝团的赛后报来留言 tag 朋友，